대학 발에고 신노난 하가려가 나누야사 그말라 당시 르크부타 므후 对不起，老师，我再来一次，好不好？这个先给他，那努马苏拉麦姐，对，第二个那个是诺南哈那个，这个很大的，马西的，先来嘛，哦，好嘞，先记得动起来。OK，请同木也重来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请同木也重来好了。哦，开始了吗？好。第二个那个，那个是诺南哈那个，格马尔贡马尔胡克布达马哈达的。 到了一个他们预定的时间了以后，当时勒格布达姆尔后就跟大家宣布：“那努，莫哈鲁，第二个斯库，文努克斯卡布。”拉苏尼了吧？那是第二个，那拉苏尼了。莫哈鲁，拉苏尼了，第二个斯库，文努克斯卡布。宣布了以后，然后。 就带领了族人来到了文努斯卡布这块平台。当时祖先们就在这个文努斯卡布这个地方定居了将近几十年的时间。 甚至他们在那边开垦，然后甚至在那边盖房子一个很大的聚落。为什么我们祖先们在这边停留一段时间？是因为他们考虑说，他们迁移的那个目的地还很长一段距离。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地方，储蓄足够的粮食跟资源，好让我们顺利的继续前进。好，所以他们到努斯卡布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那。 勒格布达还有阿燕还有亚布呢，他们也不断的往前面的目的地一直在这个开拓，然后在寻找最适合居住的地方。